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阿丽莎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1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系人做嘢。你印尼？2014到2016。你喺印尼照顾有几多人啊？是我老板屋企有4个人，先生、弟弟、2个细路仔，12岁到6岁。你点样照顾细路仔啊？帮细路仔种粮，帮细路仔换衫，帮细路仔换尿片，帮送细路仔返学，接细路仔放学。我背细路仔啲中国房。系，你中唔中意照顾细路仔啊？中意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炒醉三份嘅炒蛋、虾炒蛋、薄粥、青鱼、炒面、炒面粉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。好，唔该晒你，拜拜。喺香港见，拜拜。